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坐在上面就好像轻飘飘的那种古代美女，就好像哎对啊，然后有点就是像坐那个小船上被飘走。现在目前大王园我们在双溪，它的困难点就是在它，因为它田螺很多，还有就是虫也要抓虫，夜道虫，所以造成它夜道虫会吃它叶片，田螺会吃，如果照顾不好没有来抓，它就会整个叶片从小就会被它啃掉，造成它一个洞一个洞很多洞，成长就会很差。